Hello， 星岛头条嘅读者，大家好，我系 Denise， 喺呢度祝大家兔年身体健康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系超儿，喺呢度祝大家心想事成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系 Sharon 严爱敏，喺度祝大家开开心心。我今年想心想事成，就希望想有嗰样，谂嗰样就有嗰样。因为都好多，可能好多嘢想要啦，就希望全部都有。就希望自己可以比每一年进步，希望就每一年人都要进步，希望可以继续向上。因为除了即系事业上希望都有好好嘅发展之外，都希望即系除了做之外，都会有钱翻到嚟啦。最快就达咗啦，系啊，达咗啦，系。我哋初一都一齐翻嚟，一齐开年，一齐开年。点样庆生啊？都会每一年都会约朋友啊，个同学啊，翻嚟我自己屋企嗰度，我都会煮一餐饭俾大家食，新年嘅菜式啦，同埋会买一个盘菜一齐食咯。煎糕啊，定系最中意边啲一定要食到嘅？萝卜糕系一定要嘅，同埋煲仔饭咯，系啊。其實我自己都很多年都冇過過新年嘅，因為自己一直都喺外國生活啦，所以嗰邊都冇呢個節日基本上。咁所以今年就同埋屋企人都唔喺身邊，所以今年可能就可能去親戚屋企，可能食餐飯咁樣。我最緊要想感受下個氣氛啦，跟住同埋最想食嘢咯，因為啲新年有好多好嘢食啊嘛。咁同埋最重要係可能有機會可以鬥利是。我自己就很多年已經沒有特別期待鬥利是了，因為都出來做工作了那麼久了。每一年都會初三赤口的時候都會搞一個 party 的，就是新年的 party， 就跟朋友一起吃盤菜，就希望藉著一個節日大家可能放假的時候大家相聚。是啊，因為很多人呢赤口呢，他們不會去別人家的嘛，但是我不是，我就去自己 studio， 他們就覺得不是家裡就 OK 了。咁上年參加咗香港小姐啦，最尾結果都有好好嘅成績啦，已經好滿足噶啦。咁今年就希望即係做好自己香港小姐嘅職責啦，同埋希望發掘到自己喺事業上嘅可能性啦。我想多方面都試下嘅，咁因為我都唔想限制住咗自己喺一個類別咁樣啦，好似想拍下劇啊，做下主持啊，做埋都可以嘅。咁我覺得過去嗰年，我即係上年都有講話，想可能今年就做一啲不一樣的東西，即係同以前不一樣的東西。咁當然參選香港小姐已經是一件非常之不一樣的東西啦。咁而家自己的工作都同以前的工作很有不同，咁呢樣嘢我覺得自己都達到了自己的目標嘅。咁跟住落嚟嘅話，都係希望可以在工作方面多方面嘗試啦。咁但係我自己最想咧，就當然係拍劇啦，可以嘗試一下不同的角色咁樣。咁綜藝方面我都喜歡的，咁譬如真人 show 啊嗰啲，我都願意去試一下。上一年我自己覺得就都係對我嚟講係一個幾大嘅挑戰啦，同埋一個即係人生入面即係幾好嘅一個回憶嚟嘅。因為畢竟即係做咗咁多年 model， 要跳出自己舒適圈嚟參加香港小姐，其實即係對於好多人嚟講都係需要好大嘅勇氣啦，又或者係一件係咯，即係要一個好大嘅決心先會做到啦。咁所以今次即係參選香港小姐，我覺得喺呢幾個月即係學到太多啦，即係可能 IQ 啊、EQ 啊成長咗不少啦。咁可能希望多啲一啲講嘢嘅工作啦。咁例如係拍劇啦，咁自己都好想嘗試嘅，或者係啲綜藝啊、主持啊咁樣。有冇想話同佢合作啊？其實佢哋個個都好靚仔、好靚女，真係，我覺得佢哋入咗嚟，譬如化妝間會見到佢哋啦。同相嘅其實都唔係好一樣，覺得佢哋真人比較好睇啲添，咁所以其實個個都好想有機會可以合作嘅。尋日我哋話想同阿 Bob 係啊 ，Bob 做戲，因為我覺得搞笑，我覺得係望住佢應該心情好愉悅。我自己都係個個都好想合作，都知道公司有好多前輩啦，咁佢哋都有好多幕前啊嘅經驗，咁我覺得無論同邊個合作都一定會對我有好大嘅幫助。以前同阿愛真合作過。係啊，但係希望將來唔知會唔有機會啦。但係我自己我好多好貪心嘅，即係咧，我自己咧好想，即係我好中意啲
講咗苗僑慧咧，即係我琴日誒，即係前兩日個頒獎禮見到佢嘅時候，我係真係勁開心。啲朋友咧見到喺電視機見到我，哇！你做乜咁開心啊個樣咁啊？咁所以即係有機會，我覺得即係苗僑慧先生，我都好想合作嘅。咁我啱想講阿 Bob， 因為我好中意啲好搞笑嘅人啦。咁我覺得見到佢一齊拍戲嘅話，應該好開心，同埋佢應該同埋佢哋即係大家都幕前經驗好多。即係對於我哋新人嚟講嘅話，其實同邊一個前輩合作都應該攞到好多嘢咯。